其实打球现在的大臂它是不利于出来的，啊，夹住一点点，对住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如果说是我们在中远台的时候，我们把大臂打开的时候，就适当的打开一点就可以了。你看，现在就是中远台发力的时候打开，在近台的话就锁住，哎，锁住的话，我们的前臂一带，这个球就有了。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大臂不太动，而你这个时候你全部是身体去带的，这是近台的框架，对，中台远台的框架打开一点点。我们在近台就是要靠什么？靠胯，靠前臂，而不靠大臂。在中远台的时候就要靠大臂才打开，你在近台你打不要打开，千万不要打开，肩找胯，对，用肩去找这个胯部，这是近台的。到中远台的话，稍微打开一点点，动作幅度大。近台用前臂，中远台用大臂，近台顶胯，中远台转腰。中远台转腰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打到后面中远台的话，我们的腰的幅度大一点点。在近台的时候，我们顶胯就可以。